我是詹姆士。好，现在开箱的是这个德国国一的单人长效充电器电盘。好，这个是詹姆士，二月八号就从某某订的，但是二月十一号才收到。他是有说现在是春节期间比较繁忙，但是我希望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把上面那个快速到货那个标志给拿掉。好几天，今天十一号等于三天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型号是 TS19。啊，因为这我们有一波冷气团要下来，我也等到六度，所以这是给长辈用的 ，heated under blanket。好，这个尺寸是130×75公分。摊开大概是这个大小，
坐垫来比一下大小，那就这样子，大概三个多一点的坐垫的大小，就是头在这边，然后身体就垂这边。